防一个，防一个。哎哎哎，小松犯规了！哎，又犯规！你要看球你就好好看，我不看你别吹。哎，我是个裁判，我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看到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不说话。别说那些，来，你跟我说我咋打？你左手不好使吗？你要拿左手打篮球。真是很早，人小松出了名左手，黄金左手。黄金左手，我俩单挑你知不知道？他为啥赢了？偷了我一分。改去八分，诺。单挑可以，你先让我十一分，我让你四分。你格局下这么大，倒数，我也赢。你谁厉害？他都在那跳，还有机会翻转吗？兄弟，为啥不能动？你别太黑呀！我两只手一块，左手不是伤了，右手不伤了吗？你给我拉倒吧！没用，你现在这个右手不要乱举，手好了。哎呀！公平公正公开，这时候没犯规，我把头吃了，没犯规了，把头吃。妈的！我看见了，他没进，我看见了。机会给你了，你不中用啊，兄弟。哎！哇！有本事说不服，我这个时候好了，我再打你。小松，别让小松，咱服吧，咱上去了，咱走吧。我不换了，我们高水平的球迷，连个球都进不了。高水平的球迷都能看出来他到底放。我还得让他四分。什么好的？咱俩可以再约。我把人家胳膊怼折，再约一下。